有的，有卖芒果的。我们今天去买了芒果，你看，但是只剩一块了。耶！我给你们看一看我的小鸡，它在我对面。你在拍我吗，小老鼠？对，我在拍你。傻小鸡，傻乎乎的。你的手机把你脸都照蓝了。好，收回来。对，我觉得荔枝真的很好喝。我这边会不会很吵啊？你们听得见我说话吗？今天小鸡说他要化妆成一个外国人，你们看他像一个外国小孩吗？小鸡的刘海特别的卷了，像一个外国人，特别的可以说是。不行，我觉得这样卷来卷去好累啊！我要跟我跟小鸡坐在一起。你好啊，小鸡，可以坐在你的腿上吗？连脚心上面有深夜好。你们都可以磨呢。看不到我吗？天哪，你平台无声啊。仓鼠，你有两张木有烤肉和小鸡吃，来给我看大哥。鱼
小鸡可以说是特别的贤惠了。小鸡，有人让我跟你说，你的刘海比我稀多了。然后小鸡让我把它踢出去。不。我马上就把他踢出去。我的筷子不行啊，只不过筷子。哎呦，我不想听那个金针菇的故事，你们这些人真的很烦。你不要问，你不要问，他们会说的。我不想听。就是那个 See you tomorrow 的故事嘛。一下子听懂了，听什么了？你们太坏了！我昨天没有修仙，我昨天连游戏都没有打，真的，我昨天一把都没有打。我最近是不是很听话？这是火锅吗，朋友？这是火锅吗？天哪！你们不要再笑我了。我觉得这么难的游戏，你们也不会打得很好的。哎呀，我想吃那个，对，它还没有上来。不给你吃。哇，我们先把烤肉酱挤上去。这是什么呀？是，都是烤肉酱，一人两包。对。你们介意我用这个角度直播吗？我知道你们肯定不介意的，是吧？毕竟都是真爱。因为我现在两个手都在。我想吃那个辣椒粉，他们啊，在这里。这个辣椒粉。上课就不要看直播了，直播不上课，上课不直播，对吧？今天礼拜几啊？今天礼拜几啊，朋友们？今天礼拜一。这是什么呀？肥牛。
年糕。好的，谢谢。这就好了吗？谢谢小鸡，小鸡给了我一个烤好的金针菇。哎呀，跟小鸡一起出来吃饭就是棒棒的，因为平时我都是我来烤，就是一般都是我在烤，但是我碰到了一个比我还要人有人妻属性的人，所以我就不用烤了。你是属妻属性。瞎说的，我瞎说的，我眼线画的好吧？就我三个女的还是吧？那谁特别的难看？想吃吗？对你。烤熟了吗？怎么是粉的？对。喂你。好睡，好好吃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真是太棒了，小鸡。徐诗琪，大美女，半夜好。半夜好。我可以偷偷的亲你一下吗？你偷偷的，特别的傻。哎呀，金针菇卡牙缝里了。我们没有在吃晚饭，也没有在吃中饭。我们在吃下午茶。下午茶。对了，要放假了。